好，赛丽文。不好意思，我想问一下，刚才柯市长跟侯市长有提到说，其实双北在很多合作上都是很有默契的。那大家非常关注说，在2024的部分，两位市长有没有可能成为柯侯配或是侯柯配呢？我来讲哦，明年的事，明年再烦恼好不好？蛮奇怪，我大家在逐渐在理解。不是所有问题有在回答。好了，我回答一下。柯市长有在国外碰一下。我们这两个双北生活的共同市场，这不是在双北配。只要大家都好好做代志，就是配来配去，都是好好做代志。所以双北生活共同圈，就是我们两个市长一起配，把这些事情做好，相当重要嘛。所以做事情还是最重要的啊。谢谢。